满城，你再报下去给我听啊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M 凡人频道，我是主持人吴明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84年评剧大师辛奋侠参演的最后一部电影《闯江湖》。由于辛奋侠大师无法直立行走，只能坐着演唱完这段《奋归巢》洞房的片段。这是辛奋侠大师最后的舞台艺术形象。然后又将辛奋侠与赵丽蓉两位大师在1962年舞台录音的《会计姑娘》的录音进行配上图片，并高清彩色修复，希望各位戏迷能够再次欣赏两位大师的精彩唱段。如果喜欢我的作品，就点赞关注，你们的支持是我创作下去最大的动力。好，请看正片。没回去呢。
重新登记，三天之内要是不登记。五毛四虎狼，马彪天，马彪天。
你就想儿想儿，留下心肠，把